今天呢，现在一点钟了啊，我们今天按照这个时间，一点钟准时这个大会抗议活动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抗议的主题，大家可能不知道啊，我们今天的抗议主题大家要记住，我们是抗议中共官员习近平访美。大家也知道，习近平2月14号来美国人举行这个外交访问啊。那么2月14号呢，我给大家讲一下，我们这次呢，2月14号我们不再去上华盛顿 DC 去抗议了。那么希望大家要知道，那么大家会问为什么？因为呢，目前来说就是说，所有这个美国政府啊，针对这个中国这个习近平的所有的这些就是说听众会啊，都取消了啊，就是减少了这个反对这个习近平的声音。那么美国政府我相信是希望习近平呢，通过这次访问，那么亲身能感受到这个美国民主制度的优越性，并且在他将来担任这个中国国家主席的这个时候，能够带领我们中国老百姓啊，走进这个民主进程啊，使中国的真正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啊，能够在他当主席的时候能够开始实施啊。这是美国的希望，也是西方国家对这个习近平这个先生的希望。那么我们呢，作为中国民主党员，那么我们这次没有到这个华盛顿地区去抗议，那么也是本着这个良好的希望，希望呢习近平能够担任国家主席这个时间里，能够使我们中国的这个人权状况啊能够良好的发展啊，使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公民权利真正能够得到保护，使我们的国家呢真正成为一个宪政国家啊，这是我们民主党今天的抗议的这个主题。那么总归来说，那么我们所有老百姓啊都是中国政府的受害者啊，中国政府这些年来一直就是说说白了就是说侵犯人权啊，侵犯人权，欺压百姓啊，任何的这些法律呢我们相信大家都没有任何人获得过保护过啊，并且现在这个在胡锦涛这个当政这8年时间里头，恶化的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啊，就是很多现在异议人士啊都被这个流亡海外啊，就是连刘晓波先生，那么大家也知道2008年这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，那么原因呢就是由于他为这些我们这些中国的百姓呼喊人权啊，要求这个国家进行改革。那么习近平这次访美，那么美国政府也对他有很大的期望啊，是希望他能够真正拿起勇气来，能够改变这个中国的命运，就跟现在这个英国呢，这个中国驻英国大使一样，他说现在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啊，那么他能喊到这一步，那么这个从来都没有敢喊过来，那么中国的高官都这么喊，那么这都是有很多的信息啊，是我们中国的百姓呢能够在这个1-2年之内能够看到现在的政府是否能够拿出勇气来，那么改变中国的现在的这些人权这个不好的这个记录啊。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今天这个抗议活动呢，真正能够认识到我们民主党呢所有的抗争都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，我们也不是一味的抗争，那么我们的人权呢，当一个人的人权受到践踏的时候，我们的反抗是合理又合法的。所以说呢，目前来说中国呢已经老百姓起来这个觉醒的起来去抗争啊，要求中共啊政府那么归还我们的百姓的这些人权啊，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，大家不要再出来，都进去啊，都进去，你们这些都进去，不要出来，因为这个队伍要混乱的。再说了，在队伍里不要笑，知道吧？因为我们今天抗议是严肃的事情。还有呢，这个党员在这里，我们这些摄像机啊、照相机啊，一直在浏览，去给你们照，留下些纪念。那么这些纪念呢，是在你今后的生活中都是一个历史，是吧？我们大家看看，我们在网上也看到很多我们在5年前、6年前的那些照片啊，有很多的老的党员，是吧？那些照片有的好，有的坏，
所以是希望大家呢，在抗议这个现场呢，是个严肃的事情。如果笑呢，就是我们上个星期是应该笑的，是吧？大家呢喝酒的时候，你怎么笑都不管你，啊，今天呢，不要在这个队伍里是吧？大家互相说话，不严肃性，啊，所以希望大家知道啊，今天是抗议那个主题，大家知道吗？啊，你抗议习近平啊，访美啊，抗议习近平访美。那么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副标题，我们副标题是什么？是抗议中国政府欺压百姓，侵犯人权。大家是不是啊？觉得是吧？这些年来，从1949年、1960年来，啊，一直是共产党是这样的。就跟昨天我跟这个自由西藏主席，就是说大家协商，就是双方的年轻人怎么能合作来举行一些活动，啊。西藏的那些年轻人，他们是独立西藏，啊，他们也是跟我们探讨了。昨天我跟他们探讨以后，他们说跟你们在一起，如果说我们说西藏独立怎么办？你们愿不愿？你们反对不反对？哎，我们说我们不反对，啊，喊民主前提下就是你怎么喊都愿意，都行，但是你能不能独立是你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那么藏独、台独，他们都喊独立，但是都最后没有独，是吧？台湾，啊，所以说我们将来以后在跟他们合作的时候，我们大家来抗议的时候啊，他们不敢喊什么，我们都尊重他的意见，对不对？不要去跟人吵架。他说，万一吵架怎么办？我说这个你放心，我们这个汉人了不会吵架，啊，因为还有呢，有一个将从西藏来到美国的一个，他说，那么他非常害怕，就是说跟我们之间这个交流的过程中。那么大家的分歧，我说都不要紧，啊，我说呢，你们，西藏藏族受到共产党的欺负，啊，我相信我们这个汉族呢，这些年来受共产党欺负更严重，比你们还严重。我首先一点，你们要打破那种，这个眼光，就是说我们汉人不代表中国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中国是一个大体，不能说你一看我们汉人就说你就是中国。那共产党说党代表中国，是不是？共产党代表中国，我们老百姓根本就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。我们这么些年来，跟这个西藏人啊，跟这个维吾尔人啊，跟这个鲜族人啊，跟等等的这些民族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受欺负的。我们说我们汉人被你们欺负的更严重。我们在中国这个土地上，我们汉人的这个现在的房产都没法保障，并且呢，你们少数你们这个西藏民族啊，还有这个新疆民族，你们不管上大学啊，在中国的各个的方面都得到了优惠，但我们汉人从来没有优惠，上学没有这个加分的机会，啊，并且这个食物、饮食方面我们也没有特殊的，所以说我们非常的悲惨，汉人，啊，这个汉人的这个起来抗争啊，比你们这个西藏人要激烈。那么大家想想前几天那个乌坎的这个抗争，大家知道。那么乌坎那个新当任的那个村委书记、村长说什么？说我们是在中国第一个把共产党赶出去的，我们村里从此没有共产党，啊，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老百姓力量。所以说现在呢，广东啊，现在些村子大家都联合起来，纷纷起来，要求这个把共产党赶出去，啊，这是一个好的现象。那么共产党最近也是要党众又重新分开。啊，党众又重新分开，就是共产党又踢出了这个中国这个执政舞台。那么最终，那么是老百姓真正能走到前台来。那么，最终，那么共产党这个组织，成为一个就是一个党，就跟我们这个民党一样，啊，是一样的。所以说，希望大家呢，今天的抗争啊，那么最终，那么我们中国一旦民主那天，我相信我们这些记录啊。